15年前买大概10万块。哦，他买很贵哦。啊，在整个珠宝的所有的收藏来讲，这种颜色够深的。我还蛮喜欢这一块的，我觉得价格还蛮高，价值很高。真的，它有透度啊，而且它雕工够细，这个牌够厚，你看这蓝水种多漂亮。这样的东西在拍卖上可以卖10000美金。真的，真的。这个身怀绝技啊，你要他干什么，他就可以干什么。你在旁边跟着跳，我怎么说呢？我是去不会跳舞嘞。哎，没关系嘛。在冰雪帽，我跟他只有身体残障，这就好看啦、好，欢迎歌手乔佑。乔佑你好，谢谢，还有老师，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佑。哎，你叫做悠悠哎，对，悠悠是，这是乔佑的最新专辑《苏亮面海花》，失恋的海岸是，里面都是台语歌，对不对？对，有一部分国语歌是，对，它里面的主打歌是三立戏说台湾的片尾曲，对，《苏亮面海花》，苏亮面海花，那你要不要唱一个副歌？副歌好啊 ，OK， 不用那个哈，好。清唱 OK， 爱你的心大声喊，叫你的名山来诉苦，目睭来的落雨声。谢谢。没有用麦还蛮洪亮的哦，你是真的可以唱现场的，对不对？对。好，苏亮面海花。不过今天呢，他是要来看看他们家传的宝贝的哈。对，你家的东西看起来不是你这个年纪有的哈，因为这一次就是那个小年夜这次的地震，嗯，那因为乔佑呢住在御景，那。我们台南预警，其实预警还蛮严重的，我们那边算是蛮严重的灾区，很多房子都已经都没有办法住人了。哦，对，很多房子新闻都集中在台南市。对，因为永康那边是因为大楼倒塌，然后很多人就这样子过世，所以重点都在那边。那其实我们预警很严重，是。有很多房子真的都没有办法住了。这有人要说什么赔偿，或者是有来送慰问金吗？有啦，可是我觉得再怎么赔偿，可能也赔偿不到那边，因为你有房子，那个房子在重建，其实要很多钱了。好，所以这跟地震有什么关系啊？对，这个就是因为呢乔尔的阿嬷家，我因为阿嬷家以前是那种老式的那种房子，那很多那个屋顶的瓦片啊什么，因为地震的关系都掉下来了。哎呀，然后我们回去整理老家的时候，在阿公阿嬷的那个眠床卡发现的。那阿公阿嬷还好吗？阿公阿嬷不在了，因为那边没有人住，就是老土一点倒下去了。对对对，回去整理才发现这些东西。对，这个，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门锁哈。好像是锁，我有给他开过，他可以开耶。我觉得这好像是去旅游买的耶，因为这有一只有鼻子的象神，这是藏传佛教吗？应该问这边。不是藏传的。不是，泰国。泰国，印度教的。印度教。应该是古印度的。印度教的象神，所以感觉不是国货。不是国货，教授终于把它打开了，真的可以开。现代的，那我看搞不好一只可以开所有。可以的。应该不行吧？因为这个有这个的锁哎。对呀、啊，但我觉得他们每颗它那个牙会长得不太一样、啊。真的不一样。嗯。我以为会有万能锁之类的东西。好，打开了。好，来，曾教授显然他打得开，他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来的，而且他说可能。不是藏传佛教，是跟印度教比较相关。来，请估价。3000元，一个1500。对，这个不会太老了，因为你看那个铜锈啊，整个老化来讲不会太老。然后再看它的制作的这些文饰哈，这个不太像中国的。对呀、啊，哎，不像。是谁去观光的时候买回来的？对对对，应该是像比如说上面有个象征，它这边还有个金刚杵，这是金刚杵啊。嗯哼。那看起来像印度的东西，因为
有两只鱼嘛，是两只鱼，然后这边也是像摩羯一样的东西，印度教的那个神兽。就说你如果硬要说是中国的也没办法，嘿，但一定是有人送给你阿公阿嬷，应该是因为就放在那边。好，好，那我们这个我就真的很怀疑你阿公阿嬷有去西藏取经之类的。来，这个东西我也觉得很好奇耶。度，这就总是藏传佛教的吧？度母，对，密宗的藏传的，所以也在床底下找到的。对啊，就是一整包，包在一起，然后我就把它拿出来看一下，这样子就发现自己真的觉得就是你讲的，就阿公阿妈跟着同好会一起收了一些东西。对，因为玉井这边哈有一佐证有一个嘎玉井，但玉井有一个好像叫做白塔寺还是什么。哦，是非常有名的，也还是跟，但是那边已经荒废了，而且很大哦。是，但是那个，因为住持走了之后，那边可能只有几个喇嘛在那里，所以很大，没办法保养。哦，那佐证嘎居士这边哈，因为他有建制，那他募集的资金比较多，所以保养的非常好。大宝法王在台的根本道场，所以里面的文物非常的精致，所以不一样。跟着附近的流行也收一些，对，都跟着流行。来，请估价，5000元。这个模子做的，你看久了以后啊，它完全光彩尽失都没有了。是，那也不是手工了，这是模子做的。我觉得这好像在，比如说是在，你如果去印度旅游，路边一堆很多了。真的，我怀疑是他们那个阿公阿妈那时候的路边在画零东西怎么卖？没有，错了，应该是的。真的，因为有人，我们乡下的就很买，应该是也是几千块了。对，我跟你讲，这些佛像一般都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信仰了密宗之后，然后我供养师父，那师父会说，那家里面的佛堂要不要摆个度母啦，或者是莲花生大士啊？那这样的话你有供养嘛，对不对？那我下一次去，回去印度或哪里，我就带回一尊，来结缘。结缘，所以通常都不会很高档，是吧？好，来看下一个。这个蓝色的东西。这个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这个也是在阿公阿嬷的床下找出来的，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我知道了，等一下，这个，而且它用报纸包起来哦。你家的东西蛮神奇的，这里看起来就是一个翠玉白菜的长相，对不对？然后从这里看，很像自由女神的火把，真的像不像？纽约自由女神，有哎，真的有像哎。中西合并的东西，这个石头我相信他们念地址的一定都认得。这个是青金眼，是拉皮斯拉朱里，这个本来就是这个颜色吗？是的，嘿，它一般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会有黄铁矿，而且一层一层的，是还有这个方解石的共生在一起，是很典型的，蛮漂亮的。是在欧洲啊，那个很厉害哦。你找到这个真的是找到宝了。谁呀？我给你介绍两个名人，他们都有佩戴。而且他们戴的是小小的而已。王妃啊，王妃，这个是吗？这是王妃啊，那是青金石啊，不是蓝宝哦。青金石是因为命中的缘故吗？还有一个哦，这是谁？李连杰，李连杰哦。所以你这个真的是找到宝了哦。所以我这个你那个是小块的，我这是一大坨的。对，天王天后有戴过，应该是很贵才会戴嘛。对，你看天王天后都有了。这种东西自古以来哈，就是被这种欧洲啊，比较雅痞的绅士哈，拿来做袖扣，还有领带针哈，领带就是这个宝石哈。那也有女士做成套子，也有，它很有名的一个宝石。那通常它的很大部分都是生产在所有的那种英国的那种殖民地的地方啊，哎，你看哈，他那个王妃戴的就细细一粒一粒，李连杰戴也细细一粒一粒，这个这么大，如果用钻石来算克拉的，是不是就会翘好几级呢？你看，乔月，我看你不用唱歌了。干嘛，老师？你这样子给我信心，这样子我其实青金石在以前的概念是不太贵的东西，是本来就不过这几年呢非常贵了已经。对，我朋友，我信心又来了。对，是不是要飞快掉的？你蛮欣赏它的，它这个东西涨大概3倍以上，光原料，所以它增值了。对，增值。对，这个是我们家人送的，尊豪。你爸爸有欠干女儿吗？欠干姐他。女人要钱狂真，只要你不知道的宝物，只要你有信心的宝贝，通通来信到女人要钱，我们帮你证明。地址有改了要注意，详情请下 FB 官网查询。
的就细细一粒一粒，李连杰戴也细细一粒一粒。哦，这个这么大，如果用钻石来算算克拉的，是不是就会跳好几级呢？我看乔佑，我看你不用唱歌了。干嘛，老师？你这样子给我信心，这一个很厉害。其实青金石在以前的概念是不太贵的东西，是本来就不贵。不过这几年呢，非常贵了已经。哦，啊，对我朋友，我信心又来了。对，这几年中国真的疯了，不管是这个绿松石也好啊，琥珀也好啊，青金石这样的东西，这几年涨幅非常的高。真的，我的朋友专门在跑阿富汗去挖这个青金石的，他最近跟我说，哇，中国真是疯狂啊。even 中国的现在经济不好，可是呢，这个买原料的这个东西。涨了大概3倍以上，光原料，他买了原料要去加工，结果呢还没加工呢，矿主要把它买回去，千真万确的，最近发生。涨得非常高，很缺货，所以我有可能，尤其是青金石，你现在赶快先开心很啊，因为这里啊，是颜色最鲜艳是在这个地方，它的颜色是，而且它一个洞一个洞，也是做像白山，一个洞一个洞并没有什么太大，对，它是天然宝蓝色，对，然后像这边的哈，就属于那种灰蓝色，这个就比较差一点，看样子你蛮欣赏它的，哦，那这个地方这一块料就很好。宝蓝色，原来我说的是自由女神火把的地方是根呢、啊。来，请估价，50000元。不错不错。你把它磨成像这样的珠串，你看可以磨多少串？对、啊，那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可是这样就破坏掉了。跟我妈可能买3000而已。真的上万我就很开心了。对啊，上万我就很开心。这真的在差不多7-8年前哈、哦，在那广州那个浴室啊，真的路边的、啊、哈，一个这是1-2千块人民币。摆一下，那现在料涨很多、哦，所以它增值了，对，增值贵很多。不过特别要讲一下青金石，因为市场上很多方纳石就叫做苏打石、嗯，他们做成球啊或者做建材，基本上呢青金石必须要3种东西，要有黄铁矿、方解石跟方纳石在里头。嗯，那所谓的苏打石呢，就是一样蓝蓝的，它只有方纳石跟什么方解石，它没有青金石那个黄铁矿在里头，所以教大家分辨。所以要所以买的时候看到、哦、上面一定要亮亮亮的像金属的东西，它才是。哦青金石不要搞错了、嗯、好，恭喜你，你看这个原物料有涨价，好开心。好，我们来看这个，这个哈、哦，是因为我这次要来那个大柔姐的节目，然后有一个好朋友他的收藏，对，然后呢想要请老师帮我们鉴定一下。他很贵买的吗？他说他在15年前买，大概10万块。哦，他买很贵哦。啊，我打算很奇怪哎。我希望你不要搞了半天这块最贵。他跟我说很透哎。对啊。你等一下，你朋友对他，因为他已经给你交代了这么多话，表示他对他有很高的预估值，他觉得有多少？你朋友期待我们这边有意见呢、欸？他期待，大家讲的都不太一样。我还蛮喜欢这一块的，我觉得价值蛮高，价值蛮高的。真的，我也觉得他真的还蛮透的啊。是这样子啊，大约在这1年多来，这样的东西啊，就是说整个市场是有比前一阵子要稍微低一些的。对，就是说它的这个绿啊哈，表现的不够好，三星黑黑的状况还没很好。色是好，哎、欸，是透是可以。那种是可以，但是颜色的表现就是说过分的、嗯啊、这些黑已经到显的地步了、欸、不好、嗯、就是它绿色的部分不叫它显显显黑绿色的啊，是啊，是黑绿色，所以说这要漂亮的时候说我当时戴这个时候说墨绿什么什么，但是其实在整个珠宝的所有的收藏来讲、嗯、这种颜色过深了、哦、那就是说你绿你要鲜艳不鲜艳啊，对，它就有它的缺点。都说15年前买太贵，你也感觉吧？是，我自觉的时候会稍微高一点，但是那时候买玉这种很，常常是那种凭感觉。对。还有那种所有的那种缘分，喜欢，那、嗯、当时刚好你有这个预算，你就会买。很常常都是这样。而且15年前买到这 A 货也算你不容易了。嗯。可是不是都会增值吗？没有。如果买错的话就。对，我们节目就是在刷新、啊、都会增值这个概念。天哪、啊！来，请估价。80000元。不错了吧？对，就差不多。长期来讲，当然它还是有它的这个所谓的有这个机会会涨价，但是哈、哦。还是跟各位建议了哈，像这样哈，你宁可哈小一点，或者说哈你去把它这个金额再拉高一点，然后去寻求不要有那一块太黑了，
不要有带块钱，十二块钱哈，所以他应该要不要那么黑的绿就比较好。乔佑，这个其实有解，你可以请工匠有没有哈，把它削薄。消薄三分，它就会比较三分之一或一半，然后再把它镶砍起来，所以它那个黑绿的部分，你们看起来就不会这么深色。可是这样子不会变成就比较没有价值，剩这样。所以要把它镶砍起来，不是削薄，从中间剖一半。不行了，会脆掉了吧？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一块的。其实你们都不喜欢这一块，我超爱这一块的。怎么说？因为其实你说这个弦也好，是它有透度啊，而且它雕工够细，这个牌够厚。你看这蓝水肿多漂亮！我觉得再舒服比从下午2点做到晚上9点拍卖会，这样的东西在拍卖会上可以卖10,000美金啊！哦，真的，真的。但是呢，你得要给你一点信心，花一点钱，好不好？对，因为老师估的是现在是这个价值，我告诉你，就镶个一两颗钻石在上面，不要太大颗的，镶钻才能卖10,000吧。20分，旁边包一下，设计一下，请我们的大师设计一下，就可以卖那个价格。这个，接下来这个你的，这个也是朋友的，啊，这个我很喜欢，我想要，我很希望他可以让给我了。所以呢，对啊，他买他的买价你应该知道，对，多少？30,000块哦，台币，没办法，对，差不多，也差不多十几年前，因为我觉得他的工啊，我就还蛮喜欢的，就是慈眉善目这样子，里面的东西是多了点啊，就觉得他又秀又秀啊。好，我们现在呢，麻烦你猜，如果是在专家所讲的10%上下，可以得到10,000块奖金。但这钱不容易拿到，因为其实见仁见智，每一个人，包括我们想象的价钱都不一样。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哇，那太客气了。来，请估价。62,000元。哇！你中了10,000块，差点害人家，还好没有人听你的。那通常像这样的翡翠哈，当然它的面相很好了，那要比起来就是说，我会建议像这样哈，虽然它的绿是均匀的哈，但是可以的，就是它的这个绿怎么，它的透度其实普通的，你看它这上面里面那个纹路好多哦。是，那最主要说哈，这观音它的本身的雕像它也没有瑕疵，那整个雕像那个面相也非常好，非常的慈祥哈。对呀，我一直这样，不会说在面上有一些黑点，有一些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蛮理想的，你可以叫他让给你的，对，真的，我要叫他让给我，而且我因为朋友还要再跟他塞一点，是，好，谢谢乔佑，谢谢，恭喜你，谢谢。哇，我们今天的阵容非常非常坚强哈，女人要有钱，很少有这么多专家与来宾同时到场，因为今天美女如云啊，最重要就是我们两个美女，对吧？靠你那本事也真，靠你那嘴巴给爷当。这些人这么高，站在我们后面干嘛呢？哎呀，很讨厌啊。刘姐，这是我的师妹，艾斯妹。来选的吗？因为我们冰冰姐哈，她因为她身高很高嘛，对，我懂，所以她选的条件一定还要再比她更高，就是基因上要做一些调配，对，而且一定要身材匀称。那看阿妹有球队的北派发弟，你那么进去吗？没有，身材都不错，看到秀色可餐。所以这三位是要进演艺圈，是要跟你去演8点档，还是一个看起来穿一样颜色？大刘姐，你有所不知啊，我们这三个啊，哇，这高我们木爷什么都会，样样精通啊！真的，这个有演我们《人生暗格战》电影，演女警，女警察，她是一个打手的，她本身是排球，是一个高手。我专场是打排球的，对，真的是，这排球都在这里演啊。对，排球这边没有办法，改天可以演给你们看。好，啊，现在也要脚会透会，脚会透，而且啊，这里啊，吞几根口，哎，他早点交而已。这个身怀绝技啊，你要他干什么他就可以干什么，能文能武啊，可会写出来一个后空翻，后空翻，因为场地的问题，一句话办不到。啊，这个我得想，的确是蛮适合送给秀慧的，真的。你看像我银针偷来的嘛，丢了。后来，不过这个啊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你给我讲话，那么特殊，讲起来那么特殊，你是台湾公仔独立出来，啊，我听了绝对无放你出。女人要学狂针，只要你不知道的宝物，只要你有信心的宝贝，通通来信到女人要学，我们帮你证明。历史有改哦，要注意，详情请下 FB 官网查询。
干什么，他就可以干什么。男不文男武啊，我会写出来一个后空翻。后空翻，因为场地的问题，一句话看不到，好吧？看起来哈，他们组合叫什么 ？Ice Lady。哦，跟冰雪奇缘有关系就对了。你讲我告诉你，张姐，他欣赏起来因为歌声跟因为舞技，好啦，好不好？好好。啊，你两个边看看啦，好不好？他们是要来表演跳一段，对不对？他们发了一个新专辑，什么名字？关掉脑袋。他说关掉脑袋，关掉脑袋是很好的现象吗？现在人压力很大，你的脑袋要关掉啊，要不然你就会烧掉啊，你知道吗？对对，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如果我没脑一点，我会快乐一点。真的，有时候压力不要太大，就要关掉脑袋。那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因为我们那个编审说了，说什么？说他们就看起来像打歌嘛，对不对？是要打歌，他其实也没付广告费嘛，对不对？他说要秀会跳，跟着跳的话，我们可以播。久一点啊，真的啊，对哦，来，大家们看秀会讲谁吗？我怎么说呢？我就是不会跳舞的。哎，没关系嘛。我刚刚被冰雪梦龙说他只有肢体残障，这就好看啦、啊啊。真的吗？对，你在旁边跟着跳。好，冰雪姐，请你过来一点，你们有四个团员啊，四个团员。好，来，好，今天要唱什么歌呢？冷暴力。哦，一起欣赏。喜欢甜言蜜语显得做作，不爱了我们就分手，别那么折磨。我放弃你不要放手，我回头你却告失踪，这场爱让我好折磨。冷暴力，冷暴力，想要远离你就靠近。冷暴力，冷暴力，让我的心开始恨你。冷暴力，冷暴力，想要放弃却又着迷，心快失控，好想要逃离。我已经记得啦 ，Chicky 啦 ，Chicky 啦，啊啊！小范舞姐来跳一段。我跟你讲哦，你不要这样子哦，你们年轻人好好努力哦。其实冰冰姐看上的是我，她觉得我跟她还有杨秀慧非常适合组成一个团哦。真的哈，那我们拭目以待。对对，冰冰姐我会努力的哈。哎，其实今天师妹也都有家传的宝物呢，啊，都有带来，想要估价一下。好，第一位是谁先上场？好，来，好，冰冰，好，冰冰，那当当们请先下去。好，冰冰，哎，好，冰雨佩今天带来是什么呢？带来的是，我在22岁选全球城市小姐，然后我们就第一名，他会说哦有200万，然后第二名有100万，但是他是用商品，你是第几名？对，第二名，对，那就是商品200万，100万，100万，第二名是，那你为什么不拿现金呢？我也想，可是那个主办单位就是用商品来给，对，所以其实现在选美都是赞助的，对对，然后就说好，这个东西象征。对，
一百万，你第二名就得到了。哈，哎，通常第二名也有权利代表台湾出去参加选美比赛啊。对，本来要去伊斯坦堡代表，就代表台湾去伊斯坦堡比全球小姐，但是后来是因为国籍问题，然后我礼服都租好了，只剩行李箱盖起来，然后去机场。就后来有就是有人抗议，我们就不能去。对对对。哦，太可怜了，中华台北嘛，哈。对。真的哦。哦，我懂了，没关系啦，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吗？选美就是要在170以上，对吧？对。好，哎，你看叶新宅，报一下你的三围。对，三围。哎，我们节目不需要。哦，170公分呢。哦 ，A B C D E 耶。那如果是钻石，它的三围是很好的成色啊。哦、真的很高兴了嘞。哎，阿伟。哦。其实你也不差啦。啊对啊。啊，我是城市欧巴桑。我现在知道了，这就是他选美比赛第二名，号称百万的奖品，对不对？对，你这样很伤感情哎，你要拿来这个来估价。对啊，真的有几百万。我有个问题，它是一件商品，但很多件，哦，不是单一一件价值一百万。你还比较聪明，我想说这个一个一百万，对啊，号称的哭了，也太厉害了。那是我，那这个呢？这个有在一百万里面吗？没有没有，这个是我们家人送的，也是因为就是鼓励你。对对对，就是有得了第二名，然后家人想说想送一个可以保值的手表。家境太好了，他家很有钱嘛。是不是，家里在干什么的？做贸易公司。哦哦，做进出口的啦。对，有懂的。很长哦，那个几百万进进出出这样子嘛。对的，然后得到第二名就送了一个伯爵表。哇塞，真好。你爸爸有欠干女儿吗？欠干姐姐，反应好快，这样会红的。对，你敢呛他也不多。对对对，因为我也不敢呛他，因为他会回一串啊。来。这款先玉，我也不知道，而且我对玉没有没有太研究。我就看你这么年轻这样戴会怎样。你博学多闻，听我解释一下，这串又代表什么？对不起，对不起，戴得进吗？不行，对不起，他已经快要被我勒死了。可以。拉下我，人家这么小只是可以弄得下去的。好，对，好。啊，这款的确是蛮适合送给秀慧的，真的。他在演收腰的时候，他想我银绳做来干嘛？丢啦，丢哦，丢，有我的 feel， 丢，行。马上拿好，第二名了，第二名了，马上拿好。哎，我们丁丁呢，精通日语，真的，英语，日本語できますか？我的是ワクです。冰冰姐她想什么嘛？我是酷的，你是谁？是我，我姓古，姓本名姓古。对，你难怪我听不懂，你说你叫丁宇佩，然后你说你是酷的酷哪里呀？他本名姓古啊。哎，对对对，万古流芳的古嘛。丁宇佩是冰冰姐姐。那我就不好批评先生。我想说，冰冰姐是在怀念丁佩吗？丁佩，原来你就姓古啊！对，好，好的，可以。好，来来，好，请估价，20000元。啊，去霸班我20000元。没有，还有别的，但是还有别的嘛，对不对？别的到底有多少？别的还有什么？冰淇淋，珍珠项链，珍珠项链，要不要？可能要估20000。对，这还就只有两样哦。还有其他零很多零零总总，对对，加起来有100万就对了。好，后来。然后这个啊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就要跟各位再说一下。你说我说话也拢无特殊，讲什么比较特殊？你是把我讲一个道理出来，啊无我听来才对无帮你说。这个四年前的代志，你莫去讲啊，对吗？不过好在我们是半年前，对，我没有。一个人可以每天都买1-2万，然后2-3万，其实真的蛮特殊的。那是万用啊，知道我懂不懂？我们在半年前哈跟各位有提醒过哈，就是说假如说您在这个玉石堂喜欢去逛的话哈，去买这种小配件的哈，其实是很值得的。啊，像很明显的哈，因为我们那时候跟各位报告就是说有翻译哈，这个你一个很大块的玉，它值10000块人民币，它涨它的标工啊，好原来哈是20块，涨到。一倍就好，40块会被这10000块所淹没，它还是卖10000块，它不会涨。但是这个哈、哦，一个假如说是卖10块人民币的话，
好，然后他的工资哈、哦、占差不多4块5块，他涨成6块7块，他马上要涨价。嗯，所以你拿这个东西拿只要拿这个东西哈、哦、买这个东西漂亮的。你买它个1000个2000个，嗯，很容易就水涨船高。但是问题它是奖品的话，我们好像听起来怪怪的。不过哈、哦，不能否认的哈、哦，在珠宝店现在很多就是这种组合式的，对，它高档的，像这种冰冰透透，就要这样，虽然很小，但它有它的就所谓经济价值。早期的时候应该是买一篮回来了。张如姐，我说一句实在话，怎样？他讲得很清楚，我听得很模糊。我再讲一遍，你体育学院毕业的啊，是的，球类运动系。对，他身上有多矫健吗？多矫健，表演很厉害，把他后宫翻。哎，卖卖画啦，我看那个冰糖又。杨大叔，来。女人要钱狂真，只要你不知道的宝物，只要你有信心的宝贝，通通来信到女人要钱，我们帮你证明。地址有改要注意，详情请下 FB 官网查询。半年前哈，跟各位提醒过哈，就是说假如说您在这个玉石堂喜欢去逛的话哈，去买这种小配件的哈，其实是很值得的啊。像很明显的哈，因为我们那时候跟各位报告，就是有翻译哈，这个你一个很大块的玉，它值10000块人民币，它涨它的雕工啊，好原来哈是两是20块，涨到一倍就好40块，会被这10000块所淹没，它还是卖10000块，它不会涨。但是这个哈一个，假如说是卖10块人民币的话，好，然后他的工资哈、哦、占差不多4块5块，他涨成6块7块，他马上要涨价。嗯，所以你拿这个东西只要拿这个东西哈、哦、买这个东西漂亮的，你买它个1000个2000个，嗯，很容易就水涨船高。但是问题它是奖品的话，我们好像听起来怪怪的。不过哈、哦、不能否认的哈、哦，在珠宝店现在很多就是这种组合式的，对，它高档的像这种冰冰透透，就要这样，虽然很小。对，但它有它的所谓经济价值。早期的时候应该是买一篮回来了。张如姐，我说一句实在话，怎样？他讲得很清楚，我听得很模糊。我再讲一遍。嗯、你哪边翻译耶？哈、嗯，一个艺术，其实我解释给你听。他、是说早期一下的时候，这个葫芦很可能哈、人民币哈、10块20块、嗯，搞不好就可以买到。嗯、但是其实这种小的有的也涨很快。对，他占那个工资的比例很多嘛。对，他工资会上涨嘛？对，涨了马上就涨价。然后为什么是奖品很不妙？就是说那个厂商也可能把当时买10块20块30块东西组合成一串，这样看起来就价值了。无论如何，现在估起来还有2万。嗯、对，听懂了，丁丁。听懂了，好，下面开始讲。嗨，好，好，你请问。嗯，阿妈，哦，这个家里的这个看起来，这个我看不用老师看，我就知道这个有价值。对，那这个是爸爸买多少钱给你的？那时候要120。哇哇，120，你送的比主办单位还高。哎、欸，你考上大学的时候，爸送你什么？法拉利。没有，就车。你看，我完全没有猜错，什么车？一般国产车，国产车有考上就国产车有1-2百万的啦、啊，当然了，至少也要100。你爸爸不会拿个破铜烂铁给他开啊？就是啊，对啊，家里这太有钱了嘛。对啊，那干嘛送到？对，为了什么？兴趣？为了一口气？没有，拿口气。他为了让帮家族扬眉吐气吧。哦，那个选美比赛每年都在办，嗯，是女儿哈。得一次奖，一辈子的荣耀。真的哦，他送我的话我也付了、啊。那你爸妈希望你进演艺圈，还是希望你早早嫁人，赶快觅得好归宿？说实话，都希望吧，因为一路走来，我从大一就开始走模特，然后一路都蛮有成绩的，然后他们觉得，哎、你走的也不错，那就继续走。哦，所以家里还真的很开明哈。嗯、哦，他没有拍过才制品的电影。啊，撞球啊！你哪块拜托？这双没有履历耶。到这里。好，都看到别人了，真的不好意思哈。嗯，他的家世背景还不错，对，因为本身条件也不错，他会跳国标舞跟肚皮舞，哎，真的，哦，好厉害了，肚皮舞，你不跳一下肚皮舞来试看吗？
因为以前就很喜欢选很多像什么美胸皇后啊、嗯、然后星光三月美少女，那你每选一个就要有一个才艺，那所以那时候就会有练过肚皮舞。是的、啊、老师那你看你安怎加厚加厚你们听到音乐好，这哦，这个是什么？这是肚皮舞的音乐吗？对，是吗？你还问我？对呀，没错。好的，嗯、好来。那我们现在估就是中股价的行情。当然，因为你已经当选几年了，你说。三四年嘛、嗯，对，所以用中股价大家无可厚非。来，请估价。65万元。好。还是要恭喜你，没办法，这中股价算不错了。不够算，因为它这个哈、哦、表哈，这钻石全部都是原箱的，嗯，非常非常漂亮。我还拍了一个照片了，我看了哈、哦，对，我看也是，每一个都发现很标准，对，而且可以让各位看一下。你看，每个我把它拍成发型发现，所以你看这么小的钻石，它可以车这么漂亮。如果不是原箱的，常常就是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乱七八糟像在上面。然后你看这个爪子哈，每一个都一样大，然后都是很标准、很整齐啊。你知道吗？它背面哈、嗯哦，真的，它的背面哈、哦，我们还刻了一个这是它这个是瑞士的哈、哦，这个很轻哈，它的编号，这是这个它的这个成分，贴金的成分750哈。然后750，那这里是圣伯纳犬，有没有？好、啊，一只狗，那500，这个好清楚，你看这个哈、哦，舌头、鼻子、眼睛，好、啊，圣伯纳犬，所以它就代表它就是48K，这几个都是我们在判断手表的原厂跟非原厂性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既然讲到手表哈。中古的手表在市场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性，强调它的功能性跟品牌性。嗯，像我今天带了两只手表来，一样都是珠宝表，两只不同品牌。我不是说 A 品牌好或是 B 品牌好啦，但是在市场上他们一般的那个消费者哈、哦，很有趣的现象，这一只新表要100来万，是铂金950铂金，嗯，满天星原装钻面，嗯，这一只只是18K 金而已。它的钻石是后镶的，嗯，新表价两只相差大概30来万，这是比较贵，这是比较便宜、嗯。对。可是中古市场来比较下去之后，你会很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这一只的售价几乎要等同这一只的售价。我知道，因为 F 牌的啊，不，这样讲难听，法兰克，法兰克其实相当受到这个全世界女性的欢迎。是，没有错。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如果你是一个新手要入门来玩手表的话哈，我们不妨先从我们先撇开品牌性这个问题。但是你记不记得上次品牌性很重要，因为法兰克当然是做手表了嘛哈，然后但是这个 V 牌宝格丽牌它是做各种时装啊配饰啊，是上次还有一位贵妇她老公买那只表是300多万嘛，是结果现场我们给他估我才出10万，不是说我估的低、啊，是因为那只表目前在市场上，中古市场的行情就是这样子而已。嗯、所以你要开始、嗯、要开始玩手表的人，我们先把品牌性撇到一边，从功能性建议从机械表入手。其实，珠宝表戴到最后啊，大家都不稀奇。对，只是你买的时候很贵，但是现在都不稀奇。这个衍生出一个商机，我帮客人设计很多的用。这个表款，珠宝表的表款，我们重新设计一条手链，甚至于现在我把它设计成套链，所以非常特别。这些都是名牌的，啊，那像这个就是我你把人家改装哦。我们现在专门在改装这些珠宝表。哦哟，所以我可以去当铺买便宜的珠宝表，对，然后来那边改一下。当然可以。如果有人300万卖10万，哦，好极啦！那时候我怎么买不会跌嘛？是，对不对？没错、嗯。因为现在整个市场哈、哦，就是喜欢客制化，对，客制化、嗯、都做不一样的。非常谢谢漂亮的丁丁，谢谢。谢谢甜心琪姐 ，Hello， 琪姐，哎，有没有小脸？你看脸很小，哦，她那时候长头发真的很像小舒淇，不是？我觉得我刚刚一看她的时候，我感觉是小 S 的放大版，她比较高嘛，嗯，她、嗯啊、脸有点像，对对，嘴巴这边呢、啊，哈，是，所以何老师真的，真的，你染成这样很伤害发质吧？这年轻人不怕伤害的啦，我这样问她上，对不对？对啊，那表示你被时代的潮流给淘汰。那
有办法你去染成这样，站在时代潮流的顶端。像我也有漂啊，是不是？我也要的。我以为你昨天刚刚路过工地啊，喷漆了呀。现在流行的时代了，就是在头发上要有一点点颜色。现在流行什么颜色，你知道吗？嗯。莺歌鱼的颜色，莺歌鱼是什么鱼啊？七彩的颜色，我女儿这个春夏去染了一个七彩的颜色，回到学校之后，同学全部都要染成这样，有绿色，有黄色，有紫色，对对对，就是莺歌鱼呐，会流行呐，那些颜色，海底的颜色，知道流行呐，对，喷一点颜色，会我会的。如果冰冰姐要录用我的话，要组成冰榔姐妹花，她会录用你。真的，我觉得我不错。是。她如果跟我说什么，紫翠你怎么这么胖？再好一点，裙子拉好一点，我就说是老板娘。这种态度你要做到啊，年轻人。是。对不对？是。啊、对，她都会说，冰冰姐，我拜托你，你如果要骂我，你一次骂就好，不要一次骂很多次，你就收集起来骂我一次就好。你将来会了解。愿意骂你的人爱你，嗯，是的。好，来，哦，你是体育学院毕业的啊，是球类运动系，对，哇，厉害，好厉害。那他演我们的那个《人生爱格萨》的电影，他是演一个女警，他身手有多矫健吗？多矫健，表演一下，很厉害，来。后宫翻，把他后宫翻，来卖卖货啦，盖的更好用啊。全部说的多狡辩，来，他是说逮捕人吗？我曾经逮捕过瓜哥，对，瓜哥，就不过演电影啊，是啊，很紧张啊，对啊，瓜哥一定说啊，美女，我投降，我投降。好，来，然后来看，哎，这是什么？这是一只蝴蝶啊，对，球是谁的？我的，嗯，是你的啦，你怎么会买这个呢？我也这个翡翠的翅膀，我一看就是二十年前流行的那一组翡翠，有没有等于？这应该就是他踏入冰果甜心嘛，妈，那个 Ice Lady 有无？阿姨妈妈好一手拖嘞啦，就是，天哪，哦，那个丢啦，所以有这样，哎，不好意思哈，这纯的康水，不是以前是这样。随便还可以玩乐高吗？还要组合吗？不是啦，是我妈妈的，然后我把它拿出来玩，然后呢弄一下，结果坏掉了，我不敢跟他讲。哦，所以拿出来估价，要卖给当铺老板。哇！我说老师估一下价。哦，然后再告诉你这怎么修复，对不对？对，这是绝对不漏气啦，对吧？你弄坏多久了？有一点久，因为我不敢。我他弄坏多久跟价钱有关系吗？你好像在问案，好像在侦查什么案件。你想太多了，我是讲物件用坏多久啊，不是人用坏多久。你们怎样先被冲下？没有啊，用坏多久？你不要找机会跟秀慧搭讪，所以他喜欢你这个型。我脸会红吗？流口水了。哦，是是是。没有，因为我很好奇，一般弄坏父母亲的东西会很紧张，就想说赶快去把它修起来弄好啊。嗯，对，为什么你拖那么久不去把它补？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价钱是多少，然后其实就是他的意思说，如果这个价钱如果只有300块，他干嘛补？直接丢？他就花500块去修，按着我验头那么久。不是很好买，我可以买一个新的。哦。我一直不敢。如果是100万，你就拿去修的意思，对不对？对啦。好，我真的懂他的意思。年轻人好会算，但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货色。有些真的不值得修，因为我们常常鉴定很多钻戒，有没有？是那个戒台比钻石贵，还贵很多哈、嗯。因为钻石是假的。啊，这个断掉应该不会影响它的价钱嘛？不会啦，嗯，虚虚而已。哎、欸，我觉得你最近看到我都不会紧张哎。他没有在退兵哎，他以前看到我都退兵了、喔。我想那天他是发烧了。啊。我想最近对话看到他不尴尬吗？有啊。因为你有新欢的啊。对，我说真的，他不会喜欢你这一种的，就算你是亿万富翁，他就是喜欢那种有江湖气、留小胡子的，喜欢更有个性，而且他不喜欢有头发的。对，我想不是，跟头发没关系，我喜欢那种哦，有自主性的，看起来好像我可以小鸟依人的依偎他，可以了哈。来来，请估价，5万元。哇，那值得修啊！
这个修这个修这个顶多1000把把它粘进去。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哈、哦，它基本上要修的话哈、哦，它需要什么？把这个玉摘下来。嗯，然后呢，它在玉瓣上有上胶会粘一下，所以需要泡热水，把它拿下来以后，然后再去用。现在用烧哈，这可能要以前老师傅，现在不容易找，所以可能要用点炭机。这么难呐、啊！新的点炭机上去以后，因为它这还有弹簧，它这玉很，它这个虚虚。有风险，是有风险，所以它工钱大约要花在5000-6000块，我看到。啊，5000-6000块工钱、哦。其实蝴蝶没有这个有关系吗？就会没有方向性。啊对啊，那方向感就没有了。天线我们画也没有天线啊。算了吧，算了。然后被妈妈发现啊，用强力胶粘回去，全部滋土不齐啊。你妈妈带掉了，就会发现说啊，是我们自己弄掉的。对嘛，这样对了。我妈妈看自己耶。没有，因为这个。拿下来会有风险，真的是真的啦 ，A 货。要修理的话，干脆啦，因为琪姐她的那个身材很高，高挑，她很高挑。所以呢，他如果当胸针来用，像这样的话，只有一只蝴蝶，实在太单调。你叫他多买一只就对了。多买一只那个也很便宜，我们只要用那个红色红翡来做。另外一只小只的，然后把后面的那个尾巴加长，尾巴加长当凤蝶用，好、嗯啊，那你这个胸针戴起来就很漂亮，而且这样可以演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那个。我跟你讲，蝴蝶一定要两只，不要用一只的，太单飞，我跟你讲什么都不好、嗯。另外呢，哎呦，像他的话，哦、你看他的脖子哈，顺眼啦，他的脖子没有锁骨，他锁骨不突出，怎样？然后脖子长，嗯，然后那个锁骨没锁骨是好的吗？这个跟戴套链有关系。锁骨是象征美女才有锁骨啊。哦，那是以前的骨感啊，那个叫骨感。没有啦，我们如果老的不一样，老的话，这个皮掉下来，其实锁骨也比较深的。对，因为你有锁骨，喉窝就会深，所以像这样的话，你看它没有什么锁骨，然后这个胸前这个部分哦，我觉得是可以。你刚刚说养息嘞，我跟你讲，戴套链就必须要没锁骨，好啦，如果像秀慧来戴这一组的话，不适合，啊、因为她的事业线太深，戴、这种线条状的不合适、啊。所以事业线深不能戴蝴蝶，那我戴老鹰。事业线深的话哈、你戴的哎几蒙卡倒蒙哎，怎么加？啊，请你这哈卡扁哈，不要戴有线条的。你讲你扁啊？又没有说过。我哈。我是这样讲啊，因为我们在设计上面哈、一定要是符合那个人的人形啊，每个人戴这个是适合平胸的。这样讲对小孩是一种伤害，真的，他有一天也是会长大的啦、啊。我们这样讲啊，我们在设计上面，我们这样要讲胸线、胸线比较低的时候，上面的部分因为你脖子长，所以你要用线条来修饰，让这边的空间哦能够走得更美。哎，是这个样子，并不是说对，一样。好，非常谢谢，谢谢。女药贤童真，只要你不知道的宝物，只要你有信心的宝贝，通通来信到女药贤，我们帮你证明。历史有改哦，要注意，详情请下 FB 官网查询。